在我们售票处这里哈。那我们也跟航港局争取到将近900万的预算，那在很短的期限内完工哈。那现在是来看试营运的过程啊，经过我们的修正之后，大家可以看到卖票的动线非常的清楚，是有电子的资讯板。最重要还是要把我们富冈港整个港区动线，然后旅客候船以及相关的设备整个改善。那经过我们一年的努力，那现在初步有一些成果。